虎扑9月27日讯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，意甲第六轮联赛，尤文图斯主场迎战博洛尼亚。第11分钟，博努奇发动长传，迪巴拉禁区里停球给马图伊迪，法国人射门被扑出，迪巴拉跟上飞身右脚将球射入空门，尤文1-0领先博洛尼亚，这是阿根廷人本赛季的首粒入球。